上不得不分，云纹云雾三分天下，定居京中可以闻吗？秋风烈马，江南春雨杏花，千古江山如诗如画，换我一个太平天下。塞北秋风烈马，江南春雨杏花，千古江山如诗如画，换我一个太平天下。皇叔，张松遣人送来密信，说刘璋已离开益州，亲自到涪城来迎接皇叔。益州距此有360里路啊，刘璋盛情可感啊。皇叔，我看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。是啊。何意啊？皇叔，益州之地深沟高垒，城墙坚实，难以攻取。而今刘璋离开了益州，就等于离开了巢穴呀。如果皇叔趁机将其截下，便能以刘璋为质，令蜀军们归降。如此兵不血刃，岂不坐收西川？如能不动刀兵，是为上善之策呀。人家走了360里地来迎我，你们却想让我加害他。皇叔若不下手，只怕蜀中将领未必容你。为何？皇叔，刘季玉虽是诚心相邀，可蜀中上将张任他们不善。方才我已接报，刘璋已令他带3000人马护驾，而且我还得知，张任前军是3000，可后面却跟着30000大军。果然来者不善呢、啊。主公，我意先下手为强，待刘璋到后，我们可于酒宴之侧埋伏100甲士，期间主公置杯为号，就沿上杀之，如此我军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定能坐定西川呢、啊、此等话请二位再勿提及。刘季玉是我同宗，人家诚心相待，
我岂能刀剑相报？更何况，我初到蜀中，恩信丝毫未立，却要结下深仇大恨吗？如此行事，上天不容，下民亦怨。你二人所谋，非但仁者不为，霸者亦不为也。主公，主公，哎呀，失去这次机会，早晚要动刀兵的呀。到那时，流血更多，伤亡更大，仇恨更深呢。我家主公以仁义立身，也会以仁义误事啊。可惜，可惜呀！哎，世元兄，我客居于此，不便忤逆贵主公。哎，你是执掌大权的军师啊，你可以先斩后奏。哈哈哈哈，孝直兄啊，你姓法名正，却一不守法，二不正行啊！你逼着我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啊！啊，兄台不必笑我。哎，你浪迹江湖时不也是邪道士吗？啊！来人，军师有何吩咐？去请魏将军来。遵命。益州牧刘璋据此20里了。好，魏延，在，将那些甲士都换了。禀主公，这些将士乃是我营中精锐，在此布阵相迎，这可展示我军威啊。我与刘基玉是同宗兄弟，展什么军威啊？换了。诺，文长留步。军师，你悟出主公是什么心思没有？主公不让我们在刘璋面前展示军威啊。不错，军容太强，刘璋难免有恐惧之意；军容太弱，也会让刘璋小觑我军。他担心我们不是张鲁马超的对手。军师何意啊？军事不可太强，也不可太弱，你要多竖旗帜，少立刀枪。多谢军师。刘备大营还有多远？少计说不足10里了。张任，你派前军先去，务不要大展我蜀中军威。遵命。你先过去。诺。荆州牧刘备拜见兄台。玄德呀，我朝思暮想，总算把你盼来了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久不骑马，多谢多谢。兄台军政严整，将士矫健，在下看了敬佩不已啊！请啊。玄德，请。兄台请。武帝玄德亲率荆州士兵，应我之邀，远涉千里，前来助我共聚张鲁，如此真情厚谊，
令我与蜀中军民不甚感谢。我先敬各位一尊，一者致谢，二者预祝玄德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多谢兄台，不过在下有一心愿，望兄台恩准。请说。我想这第一尊应该恭敬天子才是。此时此刻，天子正陷于曹贼之手，日夜以泪洗面，苦盼着我等刘氏宗族能够携手灭贼，匡扶大汉。啊，玄德忠义之心，感天动地呀！仅以贤弟之命，我等共进天子一尊。天子在上，我等皇宗血脉在此立誓，定要剿灭贼患，忠兴大汉。这蜀中之酒真是甘美无比呀！蜀中人更胜于酒，贤弟日后便知。不用日后，在下现在就知道了。兄台远道相迎，这份情谊就远浓于酒啊！你迢迢千里而来，我迎你百里，就不该吗？啊，贤弟啊，你此行带了多少兵马？步军两万，骑兵一万，这三万军士愿做兄台先锋，驰骋疆场，生死不计。好，张鲁屡犯我境，现又得马超为助，兵锋正健。你此次入川，胜如何，败又如何呀？如胜，则乘胜进军，为兄台攻取汉中之地；如败，则厉兵秣马，以备再战。如果不胜不败呢？如不胜不败，依然遵奉兄台之令。兄台令我离川，在下即刻率军返回荆州。如兄台令我驻守，在下便驻守待命。如兄台要留下兵马，只令我返回，在下即刻将所有兵马送与兄台，只身匹马返回荆州。哎呀，昔日只听说玄德仁义，今日之见更令我刮目啊。来，请进此尊，以表我敬意。主公，燕监无以为乐，魏延愿舞剑为戏。好，好啊！我正想看看荆州将士之勇啊！啊！剑舞必须有对，我愿与魏将军共舞。我等愿为主公尽兴。住手！
今日我们兄弟相逢，何等畅快之事！你们竟弄出一片刀光剑影。听着，